各位宝贝布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嗨，各位宝贝布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要开箱 All Small Action。All Small Action， 今天是6月22号，今天呢是台湾上市的第一天，然后我今天呢就跟拉面公主去买这一台 All Small Action， 它可以媲美。GoPro 7， 我觉得他已经把 GoPro 7直接打败，因为他的防守阵真的是超乎想象。那我们现在就开箱吧。开箱，运动型摄影机，这个应该是它的配件。它跟 GoPro 是一样的大小，然后它最大的方便就是它正面有一个萤幕，可以自己拍。它的配件呢，跟 GoPro 都可以共用。非常的小。看这个配件，这个是电池还没有装啊，电池，然后一些配件。
然后这是说明书。说明书。没有了。我们现在来开，我们现在来开电池。开机了，那前面这个呢，可以看到自己，然后设定一下，然后需要激活，这个设定我再慢慢设定。然后呢，今天呢是 DJI 台湾代理商联强代理商。联强代理的，今天呢是台湾首卖，然后他今天有买这一台呢，可以摸摸奖。买这一台呢可以摸奖，然后一奖呢是什么？一奖是什么？一奖是免费，免费。没有一元，一元，一元。可以买到这一台，一元可以买到这一台，然后二奖是打半价，半价。二奖是半价。然后我抽到三奖。三奖是啥？三奖就是一个帽子跟一本书，然后里面是空拍的。这本书呢，就是 DJI 它汇集全世界的照片。汇集全世界的照片，然后形成了一本书，就这样。然后这顶帽子呢是 DJI 的帽子，它也是限量的。然后这台机子呢，大陆已经出来很久，全世界的人已经有开箱了，但是我今天好不容易才拿到。然后购买的地方呢，就是高雄的全国电子民主店，然后他那边现在还有现货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真的是比 GoPro 还要好用的一台运动型摄影机 ，Osmo DJI Action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收音好吗？以后可能都会用这台 DJI 的 Action 拍摄。Hello， 各位宝贝布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是6月23号。感觉讲话有点累着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以后可能都会用这个拍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看得到吗 ？Hello， 那荧幕自己会洗掉。Hello，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？Hello， 嗨。现在呢，我用的是 Osmo Action 运动型相机所拍摄的画面，各位听得到吗 ？Hello， 现在讯号好吗 ？Hello， 哇，讲话好像会累个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
Hello， 你好。Watch out.Baby, I feel real good, and I wish I would. Watch out now. It's gotta be against the law. Look this damn good, baby. Watch out now. Everybody, watch out. Watch out now. Everybody, watch out.